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我特意起了一个大早，然后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，现在到了这个黔州的农贸市场。我今天来赶集来了。我们湘西说赶集叫赶脏，看上去就非常的热闹，赶紧跟我进去看看吧。黔州农贸大市场起始于80年代，每逢农历的4号和9号赶集，是湘鄂渝黔四省边区最大的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之一，有2000多个摊位，日人流量可以达到3万人。每逢赶集，从早上会一直持续到晚上8、9点。这里有各种衣食住行的商品，有湘西本地的山货奇物，也有着最浓的人间烟火气。连就那么买的，我玩3块钱，2块钱万啊。大清早起来，我还没有吃早饭的，刚刚买了一碗甜酒，然后找个粉店去吃碗粉。这上面好的。老板，我要一碗粉。早饭一个吧，呗，有点都有点多。哎，那能吃没？这哪有点酒了嘞？这就是我们湘西的米粉。先试一下我刚才买的这个甜酒。清甜清甜的。好啦，我要开始做我们湘西的粉啦。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木耳肉丝的臊子了。我们湘西叫码子，叫这个粉的码子叫臊子。哇，这个农贸市场的老板好实在啊！我已经喊他下少一点了，可是他还是给我下了这么大一碗，我的天哪！我感觉我吃不完。味道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做的比较一般。麻烦问哈，俺们这只有49干脏，俺们冰脏这哈儿也开门了。冰脏，哦，冰脏那没得人。他们底下卖烂渣的，好后头那还有人卖猪卖香肠。哦，俺们冰脏这哈儿的上班了。哦，就只有干脏的是在这。哦，俺们还专门给我们面。啊。那我们这也，那你们家妹妹，你们这简直吃了。那也是了，好，谢谢啊。宝宝，你的衣服好好看。你找我衣服你们了？啊，我找你衣服好好看。你找对没的？找对了。找对什么看嘞？哪里买一套？好，我买去。谢谢啊。没送钱，你要送钱。哎呀，那不是错吗？看到没送钱要送钱。走了走了哦。拿买了吗？你拿三瓶就差得好啊，这你差。
他一家人，他要是两个年前就扎得好了。嗯。下来吃不吃？这里就扎得好。这里两个流程的，还两瓶啊，还两个流程就擦得好，先拿两瓶啊，两瓶擦十五天啊，哪里痛你直接点上去就可以了啊，你不要用水去擦。好久没看到人怎么卷烟了，因为我只看到我嘎工人家怎么卷烟。香牙、曲治、采耳，这个市场还真是什么都有。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，下集专门给大家看看市场上的美食吧。